这条路是比较好的道路，你不使用，你要直接这样扰民，开直线。原有的公有路，他说公有路太小啊，啊太小，你应该是两边平均拓宽的话，至少不会单边太小的话，我们至少左右两边的几乎2公尺、3公尺让出来的道路应该就 OK 了，原有就 OK 了。你既然要开分叉路的话，你就铁路局的地就好了。